廉署已经成立超过40年，处理过唔少为人称重嘅重大贪污案件，当中亦都经历唔少高低起跌。今日嘅廉署踏入一个新嘅10年，面对社会环境嘅变迁，又点样去继续维持一个廉洁、公平嘅社会呢？我系陈君婷，系廉政公署嘅廉政大使。 今日好高兴可以喺新环节ICAC Today访问系列嘅第一集访问廉政专员，专员会同我哋分享一下 ICAC 嘅工作新策略，佢嘅个人经验同埋佢嘅工作点滴，到底专员系点样减压嘅呢？中唔中意饮咖啡呢？我而家就去问下白专员先。白允禄先生于2012年出任廉政专员，至今已经差唔多3年啦。 到底专员对于佢喺廉署嘅工作有啲乜嘢感想呢？大早晨，好高兴你今日接受我访问啊！好啊，我哋入去慢慢倾。好啊。系咯，专员，我都知道咧，你今日好忙喎。我今朝早咧拍完呢一个特辑之后咧，下昼仲有几个会要开。咁事不宜迟，我哋而家即刻开始啦。好啊，请坐。你都请坐。 系咧，白专员啊，其实廉署成立咗40年啦，都经历过唔少嘅大小案件。咁未来呢一年，廉署有啲咩大计或者打击贪污有啲咩新策略呢？当然啦，2015年我哋有好多嘢要做嘅。咁而我哋40年嘅历史咧，事实上廉署系将香港嘅社会咧嚟咗一个好彻底嘅改变。咁呢一个改变咧，可以讲系得来不易。 咁固之然，我哋新嘅一年咧，必须要继续保持住呢个工作。咁以至于咧，我哋喺香港，我哋呢一个所谓嘅廉洁呢一方面嗰个工作咧，能够继续保持喺个高峰嘅状态。咁我之前咧喺报纸上边都睇过一啲有关青年指数嘅调查，但系见到香港嘅排名就稍稍有啲下跌。专员，你对呢一样嘢有啲咩睇法咧？透明国际咧，佢哋喺每年咧都会发出一个青年指数嘅。 咁喺舊年12月咧，佢哋發出嚟嗰個指數咧，香港咧就係多咗1分，但係排名又跌咗2格。咁呢一個咧就我想講一講咧，就佢透明國際所做嘅方法咧，主要咧就係搜集啲資料，就係無論香港或者外國人咧，對於香港個青年嘅情況個感官係點樣樣。咁而方法咧，一方面咧，佢哋可能會用啲問卷去收集大家嘅意見啦。 而家部分咧，可能係通過一啲嘅分析員，佢哋咧就係根據佢哋所攞到嘅資料咧，係做一啲分析或者一個意見出嚟。咁往往咧呢啲嚟講咧，無論係問卷又好，分析又好咧，係一種感官上面嘅一種結果嚟。咁所以咧，就我哋近年都知道啦，即係我哋前瞻員嘅問題啦，或者咧我哋有啲大案係涉及到高官啊，或者係一啲知名嘅商人。 咁喺傳媒上面咧，確實咧係有廣泛性嘅報導。咁呢一個咧，我相信多多少少咧會影響市民或者國際社會咧對香港嗰個青年嗰個感官。咁以至於咧，我就覺得係會影響咗我哋嗰個排名。但實質上咧，我覺得香港咧就我哋喺各方面嘅資料分析咧，香港嘅青年嘅情況咧其實係冇退步到，最少冇退步到，甚至乎咧可能咧係有進步都唔定。